上一次自己拿到冠军的时候，是比个小点的心，这次拿到冠军想比个大点的心，因为其实我的对手也是我的队友，我们其实在这样的舞台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激动，但重要的是能够控制住自己吧，因为除了这场比赛以后，我们还有接下来团体赛，所以我相信不光我，可能就算樊振东赢了，他也不会做出比较过激的这种庆祝，因为大家其实都还有一个目标，还有团体赛要为中国队拿到冠军。